现在的针线盒设计的是越来越好看了，你打开这里面是双层的，上面是工具，有一把剪刀，一个顶针，一把软尺和一盒长短不同的针，还有个很实用的穿线器，老花眼都能轻松穿线。下面是各种不同颜色的线，别看这东西平时不常用，但是家里还真少不了，